是属于有智慧的人，所以会阻碍我们的东西不要再犯，也不要跟老是跟自己过不去。所以什么念念不忘，没这几个字了。什么念念不忘，向道念念不忘 OK 的，对不对？向着真理念念不忘 OK 的，那些乱七八糟的东西念念不忘就不必了，真的不必，真的啦。你看哦，我不是在讲吗？因为你说一般人，那也许还不是那么客观。你说电影明星，当年最漂亮的，多少年后也长江后浪推前浪，是不是？人也是会老的那一天，所以还有什么好执着？而在平常的每一秒钟，又为什么要去捉弄别人，或者去陷害别人，或者是怎么样怎么样，占别人便宜还是怎么样，就不必了，因为谁都会老。你现在有这个资源，是因为什么样的原因，所以你有这个资源？我记得以前有电影有演过啊，就是他们那个歌星在后台争谁唱最后压轴，那新的歌星突然红了，要唱压轴，那老歌星不服气，然后两个人在后面打起来。我记得以前有看过这种电影。当你了解人生如戏，积极充实自己的人生才是真的时候，实力最重要。你再老，你说费玉清，他现在是自己封麦退休了。费玉清如果没有退休，他现在已经六几岁了，他在唱啊，他在跟年轻人在 PK 啊。为什么？因为他有实力嘛，对不对？你没有实力，你要硬在那个位置上，你就难过了，是不是？所以看来看去，看了很多的理由，还是实力两个字，结果论。没有那个结果，你没有五块钱就是不能买车票，你不能买车票就是上不了车，那么现实。你说你再用尽心机，没用的，没用就是没用。我很怕人家用心机，你知道，所以我一直强调，我们超马学员不要有心机。有心机，那是红尘中人，搞不懂状况的人的伎俩。我们超马学员不要有心机，每个人看起来都是憨厚。看一下隔壁憨不憨厚，快点。有多厚？这个厚德载物啊，有多厚？厚德，脸皮厚啊，是德性很厚啊，这个重点，知道吧？脸皮厚，德就薄了，脸皮不能太厚，是不是？